为了让社区永续经营发展，复兴环保社区开设了为期八礼拜的烘焙料理班，邀请专业老师来为社区的干部以及志工上课，希望日后开发成社区的产业产品，不但能为社区带来收入，也能作为社区中介的点心。志工和干部是真认真伫咧听老师讲解，为了要让社区永续经营发展，复兴环保社区特别开设烘焙料理班。邀请专业老师来为社区干部甲职工上课，然后成为社区的产业，增加社区的收入。诶，今日课程吼，阮就是吼有咱社区的村民吼，大家来参加，啊，都有咱社区的干部，啊，都有咱的长者吼，来参与这吼，啊，阮的部署就是原来都有一个叫做迄个下午茶，吼，啊，所以阮长者来服务长者，吼啊。来做一寡这点心，吼啊，互大家来，互大家来迄落下晡时吼上课了吼，啊大家来食安尼，吼啊这对耍着对西部的，吼重要就是讲做这物件吼，做一咱环保社区的商业，啊，互伊吼能够吼发挥出去，能够卖出去，啊，有社区愈来愈有钱吼，那是咱要响应卫福部讲的吼，自足活力，幸福永续，吼社区要做好。就是一定要有钱，啊钱要来，就是要有生意，吼、哦，啊参观光，啊恁即卖社区做了袂歹，所以观光吼的部分吼、哦、有足多全国吼、哦、啊全省吼、哦、各地吼足多社区来参与，吼、哦、啊即卖就要发展咱的生意，吼、哦、啊让咱生意发展起来，吼、哦、啊让咱能够自足，吼、哦、啊有钱安尼。李处长表示，伫咧增加收入后，社区将有更加侪资源来利用，提供予社区居民甲时代更加侪福利，成为一个上幸福的社区。新中华新闻蔡中谦复兴采访报道。